掉了，赶快写题。看一下 ，C， 看一下对不对？哎 ，C 对，哎，复活了，复活了，复活了。哦，死掉了。写题目，写题目。啊，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哎，这题是多少？哦，我再这样读下去，我一定上台大。七哦，写一百次要想到什么时候呢？一个是速度二十，一个十，啊，要算他们这个距离比的哈。啊，我老公之前要买车，就说买那个 Toyota 比较 CP 值比较高，真的是要是出事，那 Toyota 就被撞烂嘞，真的不行嘞，那个刹车。那还是我讲，都睡了啦。哎，没差，反正晚上还要补习嘛，真的是哦。那我就想踢这边。好，来，同学，我这偷偷摸摸干什么啊，虾米哈？我看一下这什么。哦，还给我写别堂课的东西呀，哈，还给我折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我告诉你，老师也当过学生呐，我吃过的紫米比你吃过的燕麦还要多。想要给我查，没收了。我跟你讲，还有没有啊？我看，靠，还给我上课传纸条，这么爱聊，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你们都在讲些什么啦啊！宝贝，我不想再远距离了，为什么？问号，因为隔两个位置真的太远了。我们这些学生啊，真的是很肤浅。来，我们继续看下去啊。我们这样算分开了吗？你值得更好的，但不是我这种最好的。我哪里做得不好？你可以跟我说，我会改啊。为什么要对我这样爱理不理的？啊，你们才对我爱理不理的吧？啊，两个通通给我去走廊上罚站。我告诉你们要站。一起多久都没关系啊！去，现在去，看是太细，干嘛看什么？快点啊！哎，你很强，你自己写时间规划表哦。哦，对啊，你看我还会分数学、国文、英文、物理、化学、地科、公民，然后再把每天时间列出来，然后再分时间，时间每个小时。时间规划，对啊，时间很多。有你的事？不是啊，你没做时间规划，你怎么知道你俩下午要干嘛？放学要干嘛？晚上要干嘛？对啊。哎，不是，今天读书就叫做读书，书拿来就读，读完就换书，就这么简单。而且你这边时间规划的时间，我早就把书读完了，是不是？还是你上厕所也是时间规划？在这边，天才真的有，输给你。哎，死掉了，赶快写题。看一下 ，C， 看一下对不对？哎 ，C 对。复活了，复活了，复活了！哦，死掉了！写题目，写题目！啊，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哎！这题是多少？哦，我再这样读下去，我一定上台大。超级好笑！没关系，反正还没去啊，至少现在行程可以排开，对啊。七哦，写一百次要想到什么时候呢？哎，那你昨天带的社团那个女生是谁啊？小鱼啊，我女朋友。那那个前面那个嘞，小虾嘞？小虾分手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们还在一起啊。哎，你这大惊小怪的，现代人哦，有两个女朋友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你那胡思乱想。不知道有一个女朋友就够累了，两个是想怎样？就有人陪有什么不好？
学着点好不好？好好好，你开心就好。一个女朋友都没有，你在管我两个女朋友？哎，阿伦，啊你礼拜六不要去看《小小兵二》啊？不行哎，我要打工。啊，我们要看晚上呢。对啊，早上要家教，晚上要 seven， 然后中间课忙就跑去送外卖什么的。哈？啊，你这样不会暴毙哦？哦，你干嘛诅咒我们啊？这哪里惹到你？不是啊，啊你还要补习啊，啊这样哪有时间睡觉啊？有最好时间规划，一天就有25小时可以用。屁呀、啊！这怎么规划？一天只有24小时好吗？真的、啊，你看哦，我一天花2个小时搞定吃饭、洗澡什么的，然后家教2个小时，补习6个小时，送外卖再3个小时，然后 seven 晚班7个小时，然后人一天需要睡6个小时，这样加起来不就是25个小时吗？这代表你一天没办法睡到6个小时。对哈、哦，好像是哎。